12月28日，国内的保险圈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相互保宣布将在2022年1月28日正式关停。这也意味着一场涉及上亿人参与的互助保障实践最终宣告终结。其实早前监管就有过一波针对互助平台的劝退，当时人们所能看到的那一批互助平台，包括美团互助、轻松互助等等，都在那段时间关停了，唯有相互保撑得最久。这主要也是因为支付宝巨大的流量和影响力。其实即便没有监管劝退，以相互保的模式迟早也都是关停的命运。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相互保不是保险，而是互助计划。互助计划其实是现代保险的原始形态，模式很简单，通常会由一个主理人来发起互助并制定规则。加入了互助计划的成员之间要按照计划的规则来进行互助。举个例子，比如有个渔村，村子里每年都会有一两个人出海遇险，于是村长提议，不如大家互相帮忙，以后若谁遭此厄运，全村就一人掏一点钱出来给他的家人作为经济补贴。相互保就是这样的运行模式，大家基于风险共摊的互助原则聚集在一起，约定谁发生风险就给他一笔钱，这笔钱由大家一起分摊。而就像前面说的，除了蚂蚁的相互保外，其他互联网巨头也曾有过自己的互助产品，比如美团的美团互助、京东的京东互保、滴滴的点滴相互、腾讯投资的水滴互助和百度的灯火互助等等。这就很有趣了，为什么之前各个互联网巨头都要参一脚？要知道，互助计划是公益性质的项目，平台方只从每期的互助金里收取一部分管理费，基本在 8% 至 10% 之间。如果看过一些保险公司健康险的年报，就会明白，其实这样的收费水平，平台几乎难以盈利，甚至有时候为了推广还要贴钱。比如今年年初相互保对外发布的运行报告，其中提到平台上线两年至今尚未实现盈亏平衡。其实一开始互联网巨头们压根就看不上这所谓互助计划，在网络互助最鼎盛的15至16年，大大小小数十家互助平台却没一家有互联网巨头的影子，全是一些创业公司。当时看不上的原因大概有两个，首先，这种模式从保险的发展历程来讲是一种退步，而且当时很多人认为这种模式没有想象力空间，也没有商业化的价值。但后来这些互联网巨头怎么又看上它了呢？最核心的原因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地发现了互助计划背后隐藏的潜力。近几年每家互联网巨头基本都在布局互联网金融领域，其中的保险大健康一直是他们青睐的方向。据2018年中保协的数据报告，中国国民商业健康险的覆盖率还不到 10%。 参照一些保险发达国家 50% 以上的商业健康险覆盖率，那么中国的商业保险市场规模起码还可以再翻个5倍。但是保险领域存在明显的行业壁垒，绝不是单纯的营销投入就能开花结果的市场。究其原因，中国国民商业险覆盖率低，不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保险或买不到保险，而是不想买保险，或者是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保险。由于缺乏有效的转化模式，很多互联网巨头投入了巨量资源却收效甚微。但互助计划让他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作为保险的原始形态，互助计划有两个优势：加入门槛低，保障成本低。绝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产品不会有什么抵触心理，甚至还会有一种占了便宜的快感。以相互保为例，2018年一经推出便引爆全网，短短一个月内参与人数就突破了2000万，并在2020年达到了 1.06 亿的顶峰。所以互助计划绝对是一款获客引流的利器，既可以起到保险教育的作用，也可以聚拢海量的有保障意识的用户，而每一个加入互助计划的成员都是潜在的保险客户，这就很适合作为巨头们切入保险业务的桥头堡。平台方可以通过持续的运营手段，像推送、关联销售、保障升级等等，来向客户销售保险，进而完成变现。所以从商业角度来讲，互助计划就是巨头们的另一盘生意。但互助计划为什么不约而同的都走向了消亡？这是因为
互助计划有两个致命缺陷。首先，互助计划做不到刚性兑付。刚性兑付简单来讲，就是无论发生任何问题都会进行兜底。这也是现代保险制度最大的优势。保险公司能做到刚性兑付，背后是有一套经营方式以及兜底政策支撑的。第一，保险公司基于精算会进行产品的风险定价和费率厘定，确保自己在极大多数情况下稳赚不亏。其二，保险公司的资金会受到监管，比如保险产品的一部分费用会被预先提取出来作为责任准备金，这些钱只能用于偿付理赔款，这和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类似。其三，保险公司背后还有兜底政策，比如在保险公司对承保风险的二次分摊、银保监会的偿付能力考核、保险保障基金会的兜底等。以上所有条件综合在一起，最终保险公司才能确保自己做到刚性兑付。而互助计划的性质属于民间活动，没有任何兜底政策，而这种模式能不能正常兑付，关键在于是否能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因为互助计划采用的是跟社保一样的随收集复制，当期有人申请互助金，互助成员才需要分摊费用，如果没人发生风险就不需要分摊。那问题来了，风险的发生率是随着年龄逐渐增加的，当加入互助计划的群体逐渐变老后，他们的风险发生率逐渐提升，会导致什么情况呢？很明显，每个月申请互助金的人会越来越多，但是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新鲜血液加入，由于申请互助金的人多了，互助成员需要分摊的费用也会越来越高，这时候就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每月的分摊费用一旦上升，肯定会有一批人退出，尤其是那些抱着试试看想法的人。比如2020年7月开始，相互保就遇到了两大难题，分摊人数见顶甚至减少，分摊金额却在迅速扩大，这两方面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当年12月第一期，相互保整体参与分摊人数环比下滑 1.74%， 首次出现较大程度的环比负增长。而相互保2021年12月初的公示信息显示，目前成员规模仅剩下7500万，比之巅峰时期 1.06 亿人下降了约 30%。 还有这些成员的退出也会存在明显的逆向淘汰现象，例如低风险的健康群体更愿意主动退出，他们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比如一年期的健康险，但是高风险人群或者亚健康人群又不愿意退出，这就会导致即使有大批成员退出，但是每月申请互助金的人并没有大幅减少，反而分摊的人数明显少了，每个成员需要分摊的费用变得更高，越是涨价就越是刺激人们退出，尤其是年轻的低风险人群，最终筛下了高风险人群，又越发带来涨价，如此恶性循环，项目陷入死亡螺旋，到了最后必定会难以为继。还有一个就是监管问题，互助计划不像保险，不受到银保监会的监管，也不受到保险法的约束，互助计划唯一的规则制定方就是平台，互助规则的唯一解释权也归平台所有，平台方想更改影响理赔的互助规则，甚至都不用征得成员同意。像在理赔纠纷这类问题上，保险法就会偏向于投保人的利益，甚至还有让保险公司直呼过分的两年不可抗辩条款。但是互助计划并不受此约束，而且虽然平台列明了规则，但是在实际的理赔场景里还是会发生一些可赔可不赔的情况，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平台方一定会严格按照规则执行，拒绝申请。为什么呢？因为要一碗水端平，平台的互助金归所有成员所有，如果不严格执行，后续受到的质疑和面临的争议将会更多。那在互助平台遭遇合理但不公正的拒赔后该怎么维权？大多数平台采用的是陪审团公示制度，把情况说一下，赔不赔让大家来投票，但是这一步就会让很多人选择放弃申诉，因为公开隐私以及舆论压力对患者及其家属都会带来不可预测的伤害。而且陪审团制度在脱离了法官和辩护律师的环境下，用人质代替法治也很难保证足够的公正。虽然对于互联网巨头们来说，互助平台只不过是一盘生意，但不得不说，互助平台确实也帮助了不少人，让他们免于暴病等死
一并返贫的窘境。毕竟在国内，尤其是三四线城市以下农村地区，很多人对保险还是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有些人甚至连医保都没有。而穷人一旦生病，要么没钱治，有点钱的也要被掏空家底。而互助平台的出现正好补充了这部分的空缺。据财新网报道，2019年大病网络互助金总额大约是54亿元，对非医保大病费用保障的贡献度达到 6.7%。 拿相互保来说，从成立到现在累计救助约 17.9 万名患病成员，有数据显示，近七成受访成员年收入低于10万，三成受访成员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相互保的存在也确实能避免部分中低收入人群因病返贫，但是很可惜，正是由于相互计划模式的致命缺陷，让其一开始就注定了消亡的结局。